对语问。或问曰：尧舜传诸贤，与传诸子，信乎？曰：然。然则与之贤不及于尧与舜也与？曰：不然。尧舜之传贤也，与天下之得其所也，与之传子也，有后世争之之乱也。尧舜之利民也大，与之虑民也深。曰：然则尧舜何以不忧后世？曰：舜如尧，尧传之，禹如舜，舜传之，得其人而传之，尧舜也；无其人而不传，虑其患而不传者，禹也。舜不能以传禹，尧为不知人；禹不能以传子，舜为不知人。尧以传舜为忧后世，禹以传子为虑后世。曰：禹之虑民也，则深矣；传之子而当不疏，则奈何？曰：时义以难理，传之人则争，未前定也；传之子则不争，前定也。前定虽不当贤，犹可以守法；不前定而不欲贤，则争且乱。天之生大圣也不硕，其生大恶也亦不硕。传诸人得大圣，然后人莫敢争；传诸子得大恶，然后人受其乱。禹之后四百年，然后得桀；亦四百年，然后得汤与伊尹。汤与伊尹不可代而传也，与其传不得圣人而争且乱，孰若传诸子，虽不得贤，犹可守法。曰：孟子之所谓天与贤则与贤，天与子则与子者，何也？曰：孟子之心，以为圣人不苟私于其子以害天下，求其说而不得，从而为之辞。